Hello， 现在我就在我们冲绳的 Airbnb 里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要做一个 first impression 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，就是能减肥的可乐，我的天，简直了！好，现在我就把它打开，我还没有打开它，听这个声音，我操，吓一大跳，感受一下。哎，你要明天才可以吃到三效果呀？我觉得就跟你卖的可乐差不多啊。就它的可乐人喝零度。就是我觉得零度不好喝，没有味儿。不过它这个甜味好像是不浓，让蘑菇牛也来感受一下。蘑菇牛来了 ，Come on，Come here， 给你感受一下这个。我们后面前面是我们俩在药妆店的录音，我费了好大劲才能抽出一个。这还是可乐的味道，还是可乐的味儿，但是它确实是没有红瓶正常的好吃。他说他能够什么抑制你脂肪的吸收，然后比如说就是你。吃饭以后，然后什么中性脂肪上升啊，什么乱七八糟，它能减少这个东西还是什么？就我们刚吃完，我觉得可能就比较像咱们想买的那个酵素的那种功能，你们试试吧。这个好像也不太贵，我买的是150日元，对，就相当于现在汇率是大概6，就相当于是9块钱人民币，对。但是就是不喜欢喝零度的和健怡的就不要试它了。对，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的，因为可乐我也就觉得还好，但是它最后的那个就是甜味儿是那种有点像回甘似的那种甜味儿，就。那个甜味儿有点诡异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战利品。对，这是今天我们一个晚上对买的这些东西。然后我看到这是买的什么呀？哦，对，这是在那个叫什么？唐吉诃德。然后买的是两个面膜，对。然后后边我就在那买了两个面膜，然后还买了一这个就是贴脚的。然后就是因为今天实在是大暴走太累了，然后我们俩打算一会儿洗完澡贴个脚。还有什么呀？然后在大创买了一个这个洗刷子，因为我原来根本就不用刷子，所以根本就不用洗刷子。然后自从入了这个什么美妆视频博主的坑，然后我就也买了一个洗刷子，虽然我也并不是美妆视频。然后那个后来我又买一这个，哇塞，这现在在日本巨火，我的这是那个菌落的这个，然后是蜜桃味的，我可以给大家试吃。这个从一个Come down。哎，为什么我一提到我在一在日本就超级那种，就是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包装，超级可爱的。然后呢，就是他说要剪自己，然后我就直接拿手，然后打开，然后它就是这个样子，把它挤出来，有点像那种科技系的果冻。这像什么呢？我操，这像什么、啊？这口感好嘴熟啊！你过来尝尝。不要来了，很嘴熟，就是比果冻还要再韧一点，比果冻还要再韧一点。这个可以买，这个可以买，这个可以买。这不就是果冻中的魔芋丝吗？果冻中的魔芋条，对吧？是不是比果冻要再韧？但是又不是像软糖那样，介于两者之间。它不像果冻的，就是果冻，其实果冻本身没什么味儿，主要是它那个汁水有味儿。但是这个呢，其实它没有那么多汁水，它这个膏体本身里有那个好喝的味道。我看这个脂肪含量，14，这一个14大卡，还可以。那应该低的吧？不算高。一个就是它20克是14大卡，然后100克的话就相当于。14×5，4×5=15.5，70大卡。对，然后我的数学是不是很好？对，我俩出来算账，全都是全在算，心算。我就看这个，看着什么了，我根本就不试图去算。对，天津这多少钱？对，你干嘛暴露我的真名？对，然后我们就去了趟那个奥莱，就是奥莱离机场特别近嘛，然后就直接从机场，然后有他的那种沙头坝子之类的那种。然后就我们买了这个，这是那个成野医生的。然后我买了一个他的那个就是面霜凝乳啊。今天就是在 first impression 后面紧接着加入一个第一天我都买了什么。对，然后那个他是一这个，他给了一这个，然后他还送了一个那个就是化妆水。其实这边都不是，只有这边一小盒是，就是你看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化妆水。然后这个好像是3780元。就是我觉得还行，它这个是很水润的，这个是补水。蘑菇妞，我也买了一个，我买的也是成野医生的。我帮你。对，然后它这个是也对焦。对你手上。
对。然后这个也是成野医生的，它是一个修复精华，然后它据说是就会对那种新生的痘痘，是怎么回事？新生的痘痘特别的，就是管用，对于祛痘疤呀什么的这些东西，然后据说很神奇，我就买过来。然后我还给我男朋友，对此次奥莱之行收获最大的是我男朋友。假如我们俩没有碰到成野医生的话，我俩就什么都没买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我男朋友就是那个是有那个一个产品，就是超级便宜，我的天！就是我也买了一个这个内裤，男士内裤，2500日元，就是相当于160-180，160-160左右吧，应该是。六月的不要钱。160块钱三条内裤，一条内裤50多块钱，我觉得差不多跟 Hollister 差不多，就是而且还是打折的时候的 Hollister。然后还有一这个就是那个老头汗衫、老头 T 恤，纯棉的这种，然后也是3件2500，就是哇塞，一件衣服50多块钱，一件 T 恤50多块钱，哇塞，就不要钱吧？是不是不要钱？你们说是不是不要钱？好，去的时候啊买，就当睡衣穿行，对不对？嗯，好。这就是对大概我们今天买的这些东西，然后呢就是那些药妆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不在这儿给大家说了，我就到时候做一个就是特别大型的，对，就是一个购物分享。好嘞，下面呗，晚安，我们要洗澡啦，王姑娘快过来说晚安，真是一点都没有礼貌。拜拜。我真的太累了，我的腿已经就肿得不行了。拜拜，看我大粗腿。